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三房女儿何超莲与男星窦骁交往近四年，两人17、18日一连两日在印尼巴厘岛乌鲁瓦图举行结婚典礼，即中式婚礼仪式照片曝光后，何超莲也晒出穿着白纱和窦骁拥吻的现场照，可以见到有许多亲朋好友都在现场送上祝福。据了解，两人豪宅 1.9 亿举办世纪婚礼，他们选在巴厘岛乌鲁瓦图六扇酒店，携手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据港媒报道，当时何超莲挽着舅父的手，穿着婚纱女王 Vera Wang 为他量身定制的透视婚纱，戴上窦骁以他生日为灵感挑选的粉色钻戒现身。据悉，整场婚礼由窦骁亲自筹备设计，何超莲事前并不知情，场中央水池上特别筑起一道桥，象征新人将穿越人生每个阶段，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窦骁在宣读誓言时承诺要将何超莲由自信独立的女皇变成捧在手心疼爱的公主，何超莲也感动老公参与计划所有婚礼细节，整场婚礼相当温馨感人又浪漫。婚礼结束后，何超莲也在微博晒出现场照片，并标注老公写着携手并肩，两人正式在亲朋好友见证与祝福中展开人生的新章程。